这是我自己在网上买的枕巾，当时特别喜欢。然后发现之后，咱俩睡觉也不老实，这个枕巾盖不住，总漏枕头，不实用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它就揪揪在床头了。然后我想着给整个枕套。嗯，就变成枕套的那种。对，把它夹再砸一下，看能不能变个枕套。这些都18的夹。对。这边就20的呗。对。那什么花样适合做底衬呢？哪个都适合。看你喜欢哪个呗。哦，什么叫婴儿纱呀？不懂。这是婴儿纱。哎，我觉得没必要那么贵的，一个枕巾的下面哈，就18的就行。它也不震它。对，不震它，在背面。我看这个花也挺好的。它是20的。哦，这是20的。嗯。就一个是20的。嗯。我比一比呢，那个。那咱这有手工费吗？有手工费。必须有啊。必须有啊。嗯、我要四个是多少钱？四个的手工费啊。嗯。四个的手工费是15。四个得15呢。对，那就是买家的布料。那再加上布呢？嗯，布料。1米2出来四个呗。嗯，1米2就20多，就算20再加15手工费，一共35块钱呗哈。那个买你家布也不给免一下手工费？拉链送给你。你说拉链好还是那种压的好？你喜欢，你平时你喜欢愿意用啥呗？我家里的都不是拉链的，压边的呗。对，我不喜欢拉链的。压边的你就做压边，你不喜欢拉链的就选20的吧。20的你不说1米2就够吗？雷哥，你看哪个好？这面是咱镇的呗。对，这个是正面，其实背面啥也看不见。这面是正，就是那啥镇的。对。找个背面的。对，这不枕巾变成套。跟它搭上的呗，也要个粉色的呗，这个呗，水色呗。但是你那一对是黄色的呀。那你就再选，就配色，你不能。那么嘎吗？也可以啊。那行。我感觉你不能整俩样色吧。很聪明啊，我雷哥。你就是对呀、啊，你这个挺好看的，这个对它配啥行？嗯，然后两个用这个，然后那个就配这个颜色。对，你就配色就行了呗。配这个，或者是这个，这个灰色当底面也行。哎，也行。哈。嗯。要这个吧。行。嗯。我还不舍得说放那不用，你说我不愿意压箱底的东西，有的东西就不应该压箱底，买了就用，就必须得完全利用上。对，哪怕天天哈、啊。啊，天天能用还也得劲儿，好像。跟你说，我可会挑床上用品。就是花样没主意，但是这个料哈、啊，可舒服了，一看这个就好。这一条60块钱，1米5的，其实还行。正品的还多少钱？又想拿下。哎呦，可喜欢这，不看了，这个不看了。控制不住了。看看，是不是顺色好看、啊？嗯，都挺好。嗯，感觉挺大的哦。你选的挺好，这个颜色是吧？挺配的。对，搭配的挺好。嗯。那个呢？你不还有一个吗？还有一个呢。跟那个这个色的，对。对，这个颜色粉的好看。看看这个。这是你选的。也行。嗯。这个挺搭配。这两面都能用了，感觉。这边也挺好看哈、啊，哎呀，这没穿、没穿完吧？啊、哦，没扎完边儿，还差一个，检查一遍。对，这姐做的挺好，你看这儿，你看这个她给压的多，这样板正、这两边看，这手工活就是好，嗯，细致，而且压的还宽，对，这样枕头套进去就板正呗。这种比卖的那个都结实、嗯。卖的那个好像就压这些，说卖那个好像是大机器咋的？愿意往外翻，对，愿意翻。那个压好的愿意翻往外翻，这样的不翻，压的多。嗯，走吧。走，完事。试试吧。我感觉是够大，哈。嗯。那大姐整的真挺好，看一下花正反面，的确是。对呀、啊。这没不带拉锁的哈，不带拉锁的好，拉锁有时候我嫌刮人硌得慌。嗯嗯，你再说有小孩他也是不小心就刮着了，这多好啊！他这个给你看，还大点呢，这多好。嗯。
是吧？它不带串的啦。好多了。嗯，再试试你那个。哎呀，你这枕头咋这么沉呢？你这多高啊？你大脖子不疼啊？不疼。人不说了吗？男的挣的高，女的挣的矮。你这有点，咱俩真有意思，一个乳胶枕，一个小麦枕。喜欢。太可沉了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俩还挺累的，给你一会儿出汗了，多累。哎，背面也挺漂亮哈。嗯。要我说，你选的是两面的。行了，挺好，真挺好，喜欢，是吧？嗯，雷哥，嗯，这回全套了是吧？嗯，也不串，好不好看？挺好，纱布的，喜欢，可以了。